出租车，出租车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粉丝们应该都在等着呢。哦，司机大叔，我是名歌手，演出要迟到了，麻烦快点儿。好晕！司机大叔，麻烦稍微慢点儿。谢谢，要赶快去演出。到底为什么会晕车？珍妮，托尼，探索解谜，珍妮托尼来告诉你。我的身体它正在活动着吗？通过三种感觉就能知道的。眼睛，眼睛在看着。脚，脚在感受着。耳朵，耳朵在听着。用耳朵，用耳朵引发音来感觉。我的身体它正在活动着呢。眼睛知道，脚也知道，耳朵也知道。没问题，我的身体它正在活动着呢。眼睛和脚不知道，脚也都知道。就晕车了。晕晕乎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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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车，晕车，晕车，好晕。晕晕乎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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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全身电动在晕车呢？晕车。我的身体它正在活动着吗？通过三种感觉无法知道的时候，车，车的时候，船，船的时候，游戏，玩游戏的时候，玩游戏的时候也会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的身体它正在活动着呢，眼睛知道，脚也知道，耳朵也知道，没问题。我的身体它正在活动着呢，耳朵和脚不知道，只有眼睛知道，就晕车了。晕晕乎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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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车，晕车，晕车，好晕。晕晕乎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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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全身电动在晕车呢？晕车。怎么办？演出迟到了，粉丝们应该很失望吧？所以说呀，下次坐车的时候不要再看乐谱或者书了，视野一直在晃动，所以才会晕车呢。没关系的，小妈咪，现在也还不晚呢。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小猫咪，演出迟到了。